老外准备了一颗高温的铁球放到了手机上，慢慢的手机的屏幕就变了模样，后来手机竟然直接燃烧了起来，铁球的温度却是非常的高，经过三个喷火箱的加热，很快就变得通红了，放到了一只塑料小鸭上，小黄鸭也被烫坏了，不停的向外冒着白气，接下来又放到了一些火药上，虽然铁球温度非常的高，但是看起来实在是太冷淡了，反应并没有想象当中的剧烈，又把一颗铁球直接放到了水里，在水中还产生了许多气泡，由于铁球体积非常的小，铁球的温度很快就降了下来，接下来直接就准备了一个30多斤重的大铁球，已经放到了熔炉当中，然后拿着铁球来到了泳池边，把铁球直接就放了进去，红红的气球一下子就变成了黑色，并且在水面上还向外散发着大量的蒸汽，在水中也不停地向外冒着气泡，慢慢的泳池里的水就变了颜色，可能是水里充满气泡的缘故吧，泳池里的水慢慢的变成了白色，就算是这样在水池里浸泡了很长的时间，铁球的温度依旧非常的高，这如果不小心碰到身上可真了不得呀，这种高温实验非常的危险，大家可千万不要模仿啊。